其實咧，今日呢個活動咧，自己係即係特別有感受嘅，因為咧呢個係紀念我哋抗戰勝利啦。咁我覺得咧，即係我又真係新一代比較年青嗰批，咁啊即係好多嘅爺爺嫲嫲或者公公婆婆啊，佢哋成日會聽到佢哋分享話嗰陣時候嘅志願啊，或者佢哋嘅抗爭嘅時候咧，咁我聽到佢哋好有感受。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咧，讀歷史嘅時候咧，其實我記得咧讀到呢個抗日嘅歷史嘅時候咧，即係1988年抗戰啦。咁我自己哇，即係睇到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好感觸嘅，因為嗰個感覺就係我哋中國人係經歷咗咁多咁多嘅苦難，即係要同外敵去抗爭咗咁耐，先至可以企定，先至可以有自己嘅一個嘅。哇！今日我都對自己一個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之非常之驕傲嘅。好嗱，頭先咧就係一啲好非常好嘅，俾掌聲，加氣有冇啊？好，咁加氣可以預備啦，因為咧跟住落嚟咧亦都請到一位非常之出色嘅歌手啦，係鐘偉明先生啦。咁佢同佢加氣咧一齊會合唱，一齊演奏一曲咧就係《中國夢》啊，由加氣伴奏，由阿偉明咧係唱。咁啊之後咧，偉明仲會獨唱一首咧叫做《夢神的巨龍》送俾大家，將呢個時間送交俾阿偉 ，thank you。始终一个。
人每一个做自由乐唱幸福，我多谢大家，俾啲掌声俾嘉欣小朋友。我收翻个台先啊！
個唱家翻嚟啦，因為咧據我所知咧，佢喺出面好多嘅歌唱比賽咧係贏過好多獎噶。咁啊，頭先亦都話李嘉欣小朋友咧非常之犀利啦，咁啊直播都好動聽啦，可唔可以再俾啲熱烈嘅掌聲李嘉欣小朋友同埋鍾偉明先生？嗱，今晚嘅文藝節目嘅時間咧，其實位位咧上得台咧都係非常之犀利啦，亦都非常之有顆好愛國、非常之熱切嘅心嘅，所以咧好值得大家嘅掌聲。咁啊，跟住落嚟呢位朋友咧，咁我本身識佢嘅喎，因為咧大家都係同一個公司出嚟嘅。咁啊，當然咧佢係一個非常之資深嘅成員啦。咁佢就係咧 TVB 嘅一個導演，咁啊導過咧無數咁多個好嘅劇集。咁我咧做一個新人。有幸咧，之前喺《愛回家》裏面同佢合作。咁我記得咧，呢位導演咧係勇敢的中國人。冇錯，勇敢的中國人，交俾宇軍。我能真过多
大家都未必可能耳熟能詳，但就好似噏唔出咩名，咁啊，大家聽下咩歌好嘛？歌名叫做《烽火飛花》，多謝。火山滿目風
城落雁威风，决心伴真情。纵有热爱意情如女士，忍心不离弃。天上见血意长难知弃，牺牲小我便人意。咁接住呢個歌咧，就都係一個老歌嚟嘅，咁就等大家應該都聽過啦。今日叫做《夢台》嚟，多謝。陳達強先生，
谢谢大家，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参加抗战七十周年的晚会，希望我今天用我的歌声啊，来献给我们为我们中国付出我们的努力跟牺牲的一些四平民战士们，我们用衷心的掌声谢谢他，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带来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更有代表性，我是中国人。如果能够大家想重一下，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八年前苦的抗战正是我TVB 的歌咁樣啊，咁或者時間即係曾經有經歷咧，
係真係唔同嘅，真係今日合作好多。好過你哋啲 TVB 啦。咁啊，其實咧，我自己唱合唱團定樂團咧，即係我哋一位嘅個別嘅獨立歌手啦，出嚟表演。咁我哋排練嘅時候咧，就係自己啦。咁啊，自己中意喺邊度練歌就喺邊度練歌。但係一個樂團，一個 orchestra。係表演嘅時候咧，佢哋係會需要一個好大嘅地方，同埋需要咧好多時間嘅付出俾大家，因為咧嗰、那個合和，即係最重要嘅元素，係最重要嘅元素。即係一個樂團，如果好聽咧，就係佢哋要合成一體啦，合集集合咗咁多位嘅朋友嘅，可能係佢嘅聲樂啊、佢嘅樂器啊等等。咁但係跟住落嚟。其實咧，講翻咧喺呢個抗戰時期啦，係有好多嘅雄壯嘅歌曲咧，係可以激勵到咧民心，亦都對激勵士氣咧係好緊要嘅。其實音樂咧係真係我哋一個好緊要嘅一個生活嘅一個部分。無論你係從事音樂嘅事業好，無論你唔從事音樂嘅事業好，其實咧好多時候喺唔同嘅情緒，香港愛樂民樂團咧係伴奏之下咧好多首嘅非常之有民族色彩嘅歌曲啦。咁第一首大家一定會認識嘅，就係叫做《龍的傳人》。大家有冇都聽過《龍的傳人》啊？第二首《旗正飄飄》，有冇朋友聽過？聽過。有，中唔中意？中意。中意，好。第三首我自己非常之賣飛粉啊，我好中意嘅一首歌《一點燭光》，中唔中意啊？好感動啊嘛，《一點燭光》我覺得。第四首。哇，非常之有氣勢，一首《保衛黃河》，大家認唔認識啊？大家都認識我，好嗱，冇錯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嘅春風合唱團同埋香港愛樂民樂團咧，佢哋係編排咗個非常之精彩嘅曲目，有幼細嘅，亦都有雄壯嘅，由魏成發老師帶領住。魏成發老師喺邊度？